哎，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就玩个标准好了啦，好不好？我们玩个标准。我记得我昨天直播的时候有稍微回来玩，就是进来玩一下哦，大概还算是可以适应啦。因为到后面会在警察局捡到一个改装武器的部件，可以强化一下我身上的那一把烂武器啊。Why is everyone thinking we get in trouble? 今天晚上 NONO 直播吗？有，今天晚上有。听不懂哦，听不懂的话，你就把它当成是两条主线就好了。Don't shoot! Get down! Come on! 我要怎么解释表片跟里片呢？感觉有点没办法浅显易懂的感觉。I don't know. Hopefully they'll have some answers. 简单来讲啦，表片就是主角像啦，里片是二主角啦。我们现在里昂的表片主角已经玩完了，所以现在我们正在演示的就是克雷尔这时间点，里昂跟这个时间点都在干嘛。哦，比如说呢，我遇到了暴君，这时候克雷尔在家里泡茶、上网，跟人家在那边唱抖音。哦，里昂在那边打 G5 的时候，克雷尔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干嘛？哦，可能在抖音上传，哦，可能正在有没有这边拍那种就是什么开箱影片，或者是克雷尔这时候正在拍一些什么这四种男人一定要嫁，如果这十种男人有这种行为，非嫁不可。然后大概这时候这时间点的铺这些文，好，然后这时候李阳在那边啊，拼死拼活的要杀出重围，克雷尔在那边铺网上传 IG 这边自我打卡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啊？里片是半支线，你要讲克雷尔是个支线也算是，反正他就是一条一线。里昂片那时候我们在玩吧，里昂片正在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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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这个同时，克雷尔的线也在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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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里昂片已经看过一遍之后，我们现在又从头回来原本的篇章，但是呢，我们是以我们的克雷尔的视角出发，所以说。刚刚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一开门就看到李阳对着我们，对不对？这就是他正在进行，我也正在进行啊！这就是克雷尔的里篇，李阳的李阳的表篇。刚我在讲三小，对啊，没有错啦。啊，如果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我的表篇是玩克雷尔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克雷尔是站在超商里面，李阳是站在超商外面。角色互换，如果我的先后顺序不一样的话，我的克雷尔会在超商里面，不会在这个地方。哦，我怎么突然觉得 好难解释哦？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我国文老师，我真的对不起我国文老师，我真的觉得我的理解能，我的啊，我的那个什么，我该怎么讲？我的表达能力不好 ，I'm sorry， 我真的很抱歉。才很久嘛，刚开而已啊。哦，这形容可以吗？没有错。反正我们现在就是里昂篇的副支线啦，好不好？没有，里昂篇的副主线。到时候我可能尝试开个克雷尔篇的，然后开完之后再玩里昂篇的副主线，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差别在哪里了。直接来到飞机坠毁的地方。如果你是以克雷尔为第一优先玩的话，飞机坠毁这个地方你是会在里面发生的，不会在你人在外面的时候发生，反正就不一样啊。然后开锁工具这时候也不会在外面，而是在里面。我觉得不行，靠北。Claire。Hold on, I'll be right there. 你们还记得这一幕吗？ Okay. 这一幕就是我们在玩里昂的时候出现的原来一幕嘛，只是我们现在主角是克雷尔啊。Claire, it's so nice to see you. How are you doing? That helicopter just came out. 对，然后又要再打情骂俏一番，然后等一下飞机爆炸哦，然后克雷尔就要逃跑了，里昂也要逃跑了。No. 还有时间在那边，你还好吗？要是被艾达知道，
surviving. 艾达就直接对他打G病毒了，让他变得跟金博士一样。No, not yet. Claire, don't lose hope. I'm sure we're gonna find him. Oh, kaboom! Damn it! 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 surprise。我对你的爱就像这场爆炸一样，爆炸性的展开了。如果我们的爱，足以上山下海，那这群僵尸对我们来说，一定不会有问题的。这是一场考验。好，我们一群都要活下去，答应我，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好，考验开始。我觉得我要被咬死了。酸哦，而且我到时候考虑 speed run， 你知道吗？到时候如果我这个路线都跑熟了啊，我应该考虑来一个练习一个 speed run 哦，就是快速通关。有意想要啦，但是哪时候开始呢？不晓得。然后之后我记得，我记得这一把。这把好像蛮烂的，算了，不管了。算了算了，你看这个，你们知道这是谁吗？我后来上网去查资料才发现，他是三代在门口被追击者杀死的那一个人。啊，这个二代呢，他还没发生，所以说他还没死。但是如果三代重置版出了，他又要再死一次了。脸部贯穿而死，这算是二代的一个彩蛋吧，告知三代可能会开发重置，不过我觉得这可能要再过个一年半载了吧，要再一段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啊。这个是拿来弄什么的？四五大口径，送这个，十发。老头讲完一堆超感人的话之后，干，我觉得我要死，超好笑。原本的铁灰法老头变色了，真的超级赛亚人，有没有？我已经跟之前的我不一样了，跟以前不同了。这故事告诉我们，有散弹、有炸弹就赶快用，不要浪费，不然的话就会像我昨天直播一样被咬跟狗一样。接下来就是麻烦的开始了。我想一下我要怎么过哦。走到大厅的话，我应该要一直直冲，然后左转出去。哎，不对，我直接可以挖这里就好了。其实说实在，里篇的路线我就不会了啦，因为我昨天是玩表篇的克雷尔，这有点麻烦。闪光弹。光弹，丢掉！又要破窗而入，先离开再说。他不是从这边离开，我搞错了。哎。应该是哦，因为我记得这边可以拿到我们要的东西，但是会是在哪里呢？干，妈的，别闹啊！这个，嗨，你好，能省则省。啊，我记得待会就很快就遇到。立卡了，没事。
东西在哪里啊？不在这里。哎，这里门居然打开了，为什么？居然，好吧，既然门这里都打开了，走这里啊。这边应该是 safe 的存档点，没有错。宝宝空间真他妈超小的。麦格农敲他，靠，不太好吧？这个是冲锋枪子弹。啊，东西在这里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绕过去了，去开个门。所以一开始直接往这冲就好了，不用那么麻烦绕远路。现在那些僵尸都被激活了。都被鸡射死了，有点母汤啊。干，我应该先那个才对嘛。哎，刚刚各位早，为什么昨天直播没有提示？我不知道哎、欸，这个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哎、欸。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示？开冲！利卡比奥、哦，比奥还没死。没事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僵尸都不见了，跑出来了，啊，烦死了。Anybody here? Anybody here?哦，所以哦，一击必杀 ，nice 儿。哎，这边没有，这边仓库就不见了哎。他这里就把仓库拿掉了。咱们的马文哥，希望你是真的死了。哎、欸，没死。嗯，楼上的。哦。Fuck you！ 踩他！看我被咬了。马文，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马文，马文，你不优啊！马文，再起来啊！很好。这边有急救喷雾器。Nice， 欸，我想要去看一下刚刚我们在那个警察里面这个小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等等哦，记得我小抄，左九右十五左七，干老师得冲一下，哎，断算了，先存档。谁啊？打开这一部分存档哦，不要理我。马文生前不敢偷吃女人豆腐，哎、欸，我跟你讲，
如果你玩克雷尔的表篇啊，马文会对克雷尔超温柔的。我会像那种长官对上那个下属那么凶的跟狗一样，完全不同啊！原来是在这里啊，宝箱不见了。哦呦哎呦哎呦哎呦，是哦是哦。哎呀，这里没有宝箱吗？奇怪，我记得有一个宝箱，它东西位置全部不一样嘞，全部改了。我昨天晚上玩那个简单版的克雷尔的表篇，他说：“为了我，你快走吧！”哇，快死了还不忘这样撩妹，这样子截然不同啊！真的是很会呢哦。啊，看我忘记没有仓库了。啊，真的是坏习惯呢！而且你在玩表篇的克雷表篇的里昂的时候，其实里昂这条路已经走过去了。然后这时候的里昂应该是在塔楼三楼，他正准备在解那个齿轮机关。因为到时候你在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谁已经变僵尸，就是马文哦，只是被我亲手解决了。哎，对。然后现在是要去哪呢？我可不可以从上面过去，直接到图书馆？哎，不对不对不对，活塞那个转的是在哪里啊？啊，这在图书馆啊。那我直接从二楼上去不就好了？那不是活塞啊，那叫转什么东西的？但是这里就不能开了。照理来讲，李阳经过的地方应该门都是可以开的、啊，那故意给你锁起来了。对李阳就超凶，对啊，凶的跟狗一样，没有错。You他妈的 fucking what do you fuck doing? You fucking shit piece of shit！ 我、哦、下不去，这进不去啊，算了。然后说对女生讲说 ，A pretty girl, go away。为了我，你快走吧。然后对李阳说 ：“Fuck you, what the fuck do？” 看来真的只能走那边，要跟那个要对抗我们那家伙了。我的闪光弹准备好了没有？基本上不要出声是没事啦。怕就怕僵尸来乱，他好像要先爬在天花板上面吧？刚才拐在那里，你少在那边给我恶心哦！没事没事。然后这时候直接给你来个僵尸，他妈的我就死定了。应该前面那边会有一只僵尸趴进来。哎，哦，里偏没有，非常好，非常的不和谐啊！黏黏的，凶三小，耶！Yeah, shit！ 地卡专用通道，真的哦，终于可以把它丢掉了。占空间很烦。我看一下啊、哦，左边直接跳到这条街，那我不想跳，我走这行不行？马上捡到这个，又药草。没问题，闪光弹多一个，板板又多一个，好板板不用吗？啊，这边到阿布那边了、啊，
我想一下哦，武器保管室。一二三，那我可以先开一些东西，对不对？可是我身上也满满的。这里的话，往前走，走楼梯上去啊，可以从这边上去啦。哎，我们先去记录哦，那个暗房那边应该有记录点。我先去武器保管室看一下好了，有些东西能拿就先拿。这个绝对拿不了，二开头的跟三开头的拿不了。但不是吧？反不反啊？ 109可以， 106也可以。哎，一三小，太阳安，109辣妹，还有什么？103，104，105，106有了，107应该是没了啦。没有了，开这两个胶卷拿一下。往这边走。干你老师闯进来了，我操你妈！他去哪里啊？哇 ！What the fuck！ 天上正义从天而降，超好笑的、啊！正义从天而降。电池要在警察局那边找到哦，所以说我们要这边上二楼，这个需要黑桃钥匙啊，黑桃钥匙呢要去哪里拿？忘记了，尴尬，这把目前用不到哎、欸，嗯，好，就先这样。要原来是法拉的部分啊，没有错。想一下哦，二周目这边把它盖掉好了。老头不吃饭了，有我吃饱了、啊。你拿的是沙漠之鹰吗？不是，沙漠之鹰不会在这里吧？应该是会在里昂篇才会有啊。可是当然不恋战就不恋战啊，没事哈。哎哎哎哎，哦哦是哦是，看看不行了。抓快点！玩打靶游戏啊！我靠腰嘞，到底要来几个啊？看你老师快点，有完没有？原来是法拉两第二只法拉的部分啊！我懂了，我懂了，原来是第二位法拉的部分啊！正义从天而降两次啊！
正义从天的。那是左轮吗？对啊，那姿势就是左轮的姿势，没有错。我想一下这个密码 ，CPN， 没有 P。等一下，我小抄。NED 不是 DNC。没有 N C A P 啦，对，啊，看会不会太早拿了啊？我觉得有点太早了，我又没拿到，这也太早拿了吧？我这超怕不够哎、欸，没关系啊。不过补血刻一下，它东西的位置完全不同了。然后这边会不会有僵尸跳出来？不知道啊。然后毛利小五郎又在那边，这只应该是不会动啦。对，我是毛利小五郎嘛，已死去。道具位置不同，真的有点麻烦了、啊。电池在这里，然后我已经满出来了。寂寞会这样子，寂寞会这样子。里昂的备忘录，哎，克雷尔，希望你会看到这张备忘录。这里到处都是怪，你哥哥也不在这里，能尽快逃离这里就对了。原来是我们的里昂哥哥亲笔的信啊！哎呀，亲笔签名啊！等一下，这个会合成硫酸弹啊，好满哦！先吃一波了。金杯只好先刻。有这边的急救喷雾器，我觉得我也不拿了啊，拿了占空间。里面拿的应该是那个小小的冲锋枪哦，榴弹枪要拿门禁卡。然后这又差一个宝石，宝石的话我们又要去哪里啊？我忘记了。好像是在右侧吧，右侧的、欸、不是观察室，资料室的样子啊，好像又是资料室、欸、而且我们也没有书啊。咖喱老师欸，冲一下，上山小，连我们的这个克雷尔都被带坏了哦 ，Jesus， 李阳，你这个是坏哥哥啊！呜呼呼呼呼呼呼呼，呜呼呼呼，哦哦，你发发。哇塞！哇塞！我现在解这个也太磕了吧！我们待会再来。哎，有没有东西没有解 ？Oh my god！ Oh my god！ My！ Jesus！ 看三小，有本事上来啊！刚刚在爬，我不能爬哎、欸，想说利用游戏 bug 重叠大法来重叠一波，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撞撞不要撞撞。Q 啥啦？我是想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好奇一下。我觉得等一下要被刚一波了。怎么是胶卷啊？浪费我的人生在这个地方。我靠，你来真来啊！啊！快跑快跑，跑就对喽！小刀欸，谁跟你什么心情看小刀啦？陈小刀，那家伙是暴君吗？没有错，那家伙是很磕巴的，他是。先放炸弹再说，他准备要上来了，这样就没办法开门了吧，对不对？好的，这个是我想想啊。女人，哦，哎，都不一样了、哦，真的假的、啊？等一下，都不同了。女公蛇，没有弓箭啊，真的不能太过依赖里昂那边的东西了，完全不同了。羊，然后竖琴跟鸟，羊竖琴，啊！可是这样子的话，我下面那个也没拿哎、欸，真的是有点母汤哎、欸。我觉得应该顺势两个都拿上来才对啊。而且这边可能要跟利卡打，不要出声应该是没事。哎，没有跳下来，意外哎！哇，没有拿是个错误的决定啊。没有，那是个错误的决定啊！我操！不是你逼我的。Help is up with you。干，这连发真靠背。该是不会动了吧？什么声音？现在看这里，这个声音不是很好哦。哎，干你老师！哎，嘿嘿嘿嘿，妈鸡笨呀，妈妈你鸡娃娃，鸡笨呀，妈妈你鸡娃娃。输在这里啊！满满满，满满满。
看来只好把板板丢了，最不需要的东西。好，我来想一下，这个是一匹马儿。天平，一个男，一个女。天平，一个男，一个女。然后那个是蛇吧？可能就随便猜啊，这个啦。用迷你剧院的音响播老头的声音，快被吓死！哎，可以不要这么刺激的啦，好不好？哎，可以不要这么刺激的。这边应该可以直接让我回到暗门。嘿，对，这边嘛，然后一楼直接回暗房，希望不要卡死，希望啦。那我都把我的板板丢了，就有点危险。我的爱的板板，哥哥爱的板板。你应该不会起来，起来。Safe， 哎呦，吓一跳！Oh my god！ No！ No！ 他是怎么来的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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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不要捡了，总是学不会怎么爱乱捡，捡了一堆不要的垃圾废物，搞得好累。好了，我们要想办法到大厅。哎呀，只好经过这个地方下来。武器保管室没有嘛，从西侧出去，不行，西侧钥匙挡住了。我们只能我想想哦。这边只能从直接这位直走到这边，到爱心的门这里，到会议室再靠一圈下来。看怎么那么麻烦啊。真复杂。啊，可以先存个档号。不要刷表情，刷太多哈，这样会影响聊天室啊。顺便看一下浣熊娃娃，昨天我玩简单模式，顺便刷了一下之前的浣熊，还有克雷尔篇的浣熊娃娃也刷了。我们下一只浣熊娃娃是在，好像不会在里篇出现。看一下哦，克莱尔，下一只会在公车，可是那必须要离开，那个必须要先到那个 RPT 后面的街道上。我是不知道里篇克莱尔会不会在街道上啊？如果会的话，我们再稍微留意一下。可以回顾一下刚刚的吗？怎么会变成克莱尔了？这个我有点难跟你解释。我有点跟你难解释是为什么？这个有点难讲。如果要讲，可能要讲到八千年之后都讲不完。狗三小，八千年之后都讲。等一下，这边不是有利卡吗？干，可又不能不跑。利卡房，资料是要花型的，这个我没有。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讲说这里出不去哦。盖林老师还真的，
Holy shit！ 回来喽，放硬币时间。那你还没死啊？烦死了！接下来要去哪里？那我们来想想。他的资料是应该是没有，我们要去那个画廊，画廊美术是要这边的二楼，可是这边的二楼我们要从哪边过去？该不会是逃生梯那里吧？算了，不管了。这边的上面的二楼应该是要那个特殊的钥匙才可以进去吧，是不是？没有，这边是这边啊，这边呢？如果是这样，我可以直逼美术室，然后去拿冲锋枪啊，好不好，各位？哦，太好了啊，靠腰啦！太大意了。没关系，我可以解这个。我刚好我有笔记，《盗墓笔记》左六右二左十一。他这边给什么？长弹夹、大容量弹夹，不知道用在组在哪里的、啊。导览手册。美术室改建成警察局。完，怎么办？狮子的我们解了嘛，对不对？没有，狮子我们没有解。先解完之后再把它打开，我应该就先 save 了。可是我这样子我这边的东西都还没有办法拿，应该可能是之后回来的时候才有办法吧。算了，不管了。这是狮子嘛，对不对？狮子的部分完全欧骂吗？怎么可能啊，狮子欸。整个被血迹给盖住了，这个怎么解啊？底片，对哦，干，我忘记了。哦，对哦，难怪有它的自然有它的用处啊！真的是很抱歉哦，刚刚在那边唾弃你。皇冠、圣火、鸟儿。好了，呜，不好意思啊，我要先 save 了。我觉得克雷尔大概这边有些东西不能先拿哦，真的不能先拿情况之下，我先下去了。我先走了，不好意思啊。他应该不会下来了吧？门都关了，这边可以存档哎，看你有本事下来啊！有本事下来啊！怕你不敢啊！果然不敢，这个低能懦夫 ！JMP， 我们这边没有一把是 JMP， 这个放仓库吧，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之后应该还会再回来，因为你看这边有这个，这为什么不能用？算了，再游一下。
全破是手枪无限，不是哦。你的快速通关普通模式要两分半，诶，三分半，诶，三小时半破关吧？它还有时间限制好吗？你要拿到快速通关 S 级好不好？你才会有无限手枪子弹啊！网络上都写很清楚啦，不是你标准破关拿到无限子弹啊，它还有时间限制啊。然后给你这么好的，哪有给你这么好的？好，我赖了，哪有给你这么好的？哪有给你这么好的？等我一下下。这游戏叫什么名字？《恶灵古堡2重置版》PS4 哦，各个平台都有，好吧？所以说，克雷尔很早就来到地下室了。那这样下面我可以直接下去吗？还是克雷尔比较晚到地下室啊？依然是无解，不过这边还是一样有个手榴弹，捡来保命一下。然后这边应该要跟那个金博士敲了吧？然后这边会遇到雪莉。Hello，Hello， 在跑的那个是雪莉啦。这边跟唯一跟里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雪莉会在这里出现。老头，你不怕吗？还好欸，我胆子比较大。Hello， 我真的觉得这一版的雪莉有点面瘫欸，我真的觉得跟他长大的雪莉比差超多的，我真的，我不解释了，你们自己看好了。我真的觉得。六代的雪莉啊，她是有化妆的，有没有这么觉得？你看那个眉毛差超多的，那眉毛根本是假的吧？六代的雪莉跟这个雪莉比，女大十八变，画个眉毛，那眉毛是这样子往下八字眉，然后那个你那六代的雪莉那个眉毛，我靠，神采奕奕啊！刚开台吗？开有一段时间了吧。You gotta be kidding me. Words ain't gonna cut it with this one. Oh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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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奇怪，里篇的克雷尔资武器资源这么少哦。干还他妈冲超快！一气呵成。这连发要是都有打中，那就超帅！哦，盖丁老师，掐你脚巴拉啦！哦呦！让我来装子弹，等我一下！哦哦哦！我看来只能点发了哈，连发有点不太行。呜、哦，子弹有够少的啦！
里啊？哦，他来干我了。没子弹喽！眼睛变红色了。哦，结束。必须拿小刀跟他敲，我没有小刀啊。他这一代的小刀有耐久，有时候插下去就没办法拿回来，这很麻烦。Oh crap！ 走人就是要来玩连发的，可是他有后坐力啊，那后坐力往上飘，没打中超浪费的。那几点啊？ Hey, little girl. 点二十分还好啊，打到三点好了，好不好 ？It's safe now. It's over. 这是哪位啊？这是金博士，铂金博士，雪莉他老爸。Yeah, I promise. Everything's fine. 他老爸已经变僵尸了。I just need you to lower that ladder. 哦，这个角度。Will you help me find my mom?我真的对雪莉的八字眉很不谅解，你知道吗？超不谅解的，没办法接受啊！你看六代的，这事实证明了化妆是很可怕的啊！啊，有没有同感？金博士跟暴君打，谁会赢？我觉得应该是金博士吧，因为他的自我再生能力很强啊。暴君，我记得被火箭炮轰下去，被变成一滩肉泥之后就没有再行动了、啊，还是有差吧？我觉得应该是暴君会输哎、欸，毕竟 G 病毒是特制出来的东西，他一定有他的强烈的生命力啊。暴君的话。我不知道哎、欸，突然想一想，好像有点没办法比的感觉。暴君也有也会生命力很强吧？怎么射都射不死，除非炸烂，对吧？可是 G-Fires 被炸烂的话 ，G-Fires 他被炸烂，然后还会再爬起来。暴君被炸烂是直接就倒地不起了，完全不同啊。金博士跟追击者谁会赢哦？看，我觉得这就可能就需要真的比一下了哦。So, what's your mom like? 因为追击者会一直，他的再生能力也是很强啊。Umbrella? 我觉得啦，追击者应该是暴君跟 G 病毒直接打在，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啊。你们不觉得吗？追击者他也会有触手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后来被施打 G 病毒。暴君被施打 G 病毒的样子，我觉得是这样。Where is your dad? He, worked with my mom, but he's gone. Wow, both of my parents. 那杰克他老爸跟金博士谁会赢？这个已经有点远了，我个人觉得威斯卡会赢吧。威斯卡会赢吧？
看威斯卡活那么久了，他怎么可能输啊？等一下，我要看一下火药的配置哦。他这个克里斯版的火药配置比较不同，一直配到9 mini 的子弹也没屁用啊。在哪里啊？还是我没有捡到火药配置图啊？靠腰，我怎么没有捡到火药配置图？我真希望我可以再回去警察局一次，你知道吗？有些地方东西我没拿。其实也不用刻意齁。两个是冲锋枪子弹与火药混合，这边上面都已经说明了，其实我也不用刻意看。两种火药变手枪子弹。啊，难道就没有合出那个我的左轮的子弹哦？没有合我左轮子弹用的哦。左轮真的蛮好用的，没有合这大口径的六发吗？啊，那我真的只能这样子搞哎。Don't be. Hopper. Means we've got something in common, and that's a good thing, right? 哎，午饭吃了吗？哎，海棠青安安，我吃的，我吃的。啊，两个包包，爽到。包包总共有多少个啊？聊天室尽量不要提实况者。我就觉得你要提没差啦，你不要在那边强人所难就好了。哦，不要在那边什么可以跟谁玩游戏嘛，或者是说啊谁谁谁嘞？啊，你说谁谁谁刚好什么事啊？啊，你去他的台找他就好，你来我的台问他。他是住我家啊，对不对？那不是很奇怪吗？你跑到别人的台，然后说：“哎，奇怪，黑勒嘞？”那为什么你不会去私讯他？你问我黑勒？对吧？啊，这一幕我知道啊，等一下那个白痴局长要出现了。It's closed. Damn it! Need a key card.你看，你有没有你认识谁吗？我什么都不认识。我突然被你这样一问，我失忆了。我什么都不认识。我忘记了。我的脑袋突然被压缩了。我忘记了，我不认识什么叫黑勒了，我也不认识阿神。我连老皮都不认识了。我通通都不认识了。我失忆了。我失忆了。Brave little girl to leave your house in the middle of this mess. 包包很多。嗯，尽量找吧。这边配置都蛮不同的，要仔细找。On the ground now, Jerry. Your hands. Why are you doing? Shut up. Tire. Okay then. You tire up now, or she dies. 这家伙跟安布雷拉有挂钩啦，所以说他要绑架雪莉。What's this all about? Child endangerment for starters. Sherry, come here. What are you gonna do to her? None of your fucking business. You hurt her, I swear to God, my brother is stars, and I will fuck. Sherry, get over here. 提三小。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fucking name? Claire. Sherry.Come with me now, or say goodbye to Claire. Okay, okay, I'll go. You better be taking me to my mom. Absolutely. Don't listen to him. He's full of shit. Stop hurting her, please. Don't tell me how to do my job. Stop. Let me go. Let me go. Obviously, nobody taught you manners. We'll fix that. Oh, yes, we will. Let me go. Let me go.完了，鬼父，没有啦，不是鬼父啊，尾行。
哎，戴文龙安安你好。Stay safe, Sherry.